如果今天我的客人坐在前面，那老师是试茶师，那老师泡好了茶之后，客人不可以自己伸手来拿哦，因为试茶师还没有请大家喝之前，我还在准备的时候，客人不可以很猴急的要像猴子一样要来拿，不可以。所以等试茶师就是我 serve tea master， 我必须全部弄好。如果我没有这个茶托盘，老师 tray， 如果我没有这个托盘，我会请大家开始自己拿。但是如果我有 tea tray 的话，我会请大家喝。那他拿走了以后，他会点桌子，下一杯。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托盘。OK， 那也有同学上次问到有关于蚊香杯哦，蚊香杯是细细长长的。那有的时候我们泡茶会有两个杯子，一个比较高，一个比较矮。那高的跟矮的是做什么的呢？不一样功能。细细长长高的是用来闻，不喝；短的呢是用来喝。所以蚊香杯就是。你可以一直反复的去闻它的香味，那喝的时候是用短的杯子喝，所以这个托盘有很多种功用。那或者是老师今天要奉茶匙，也是一样一样放在上面奉茶匙，这是给个人用的。那但是如果老师有这么多同学，我就会直接拿大的 tray。 对， OK， 好，周周这样明白这个的用意了哈。好，客人从茶杯托拿一杯，是的，然后请客人喝，客人拿走了以后，再下一位，全部都放完以后 ，OK，是的，好，再来，周周还拿了一个叫茶夹，茶夹是什么呢？老师里面泡了很多茶叶，老师要。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个动作叫什么？清中，要刷中，对不对？我们是不是最后再倒数第五还是倒数第四？同学看一下二次洗茶法，倒数要清中的时候，茶叶在里面。请问你用茶针来清比较好清，还是你用夹子把夹茶叶拿出来比较快？夹子，对，茶夹。那但是茶夹，对，茶夹，夹子的夹 ，clip， 茶夹，对，茶夹。但是茶夹为什么老师会用茶针？是因为在桌面上的东西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越少。你们觉得桌子很乱，很多东西好，还是简单就好？简单。对，所以。这些东西老师家里都有，但是为什么老师只带两个东西？因为太多了你用不着，所以如果你有夹子的时候，你要用夹子夹茶叶。那如果茶叶卡在这个孔怎么办呢？你是不是还是要拿茶针？所以如果二选一，你只能带一种，你会带哪一种？茶针。对，因为茶针也可以代替 clip， 对不对？如果这个茶夹不在，你一样可以把茶叶拨出来，一样可以把茶叶拨出来。可是如果你只带了这个，你茶叶拉出来以后，这里有卡住怎么办？没有办法，对不对？对。所以茶夹跟茶针是辅助的作用，但是如果你只能带一个，一定是带最方便的那一个。好，再来这个叫 teaspoon， 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就是我们把茶叶，好，老师现在开了龙井茶哦。老师现在把龙井茶打开，这是茶罐，记不记得我们说的 cutty tea jar， 对不对？茶罐，这是新开的茶叶，老师要把它装一点到茶罐里，是不是？老师用 teaspoon 捞了一点茶叶，然后放到我的。茶罐里，好，看老师怎么放哦。这样会不会掉出来？好，再一次哦。老
是从茶叶包里转出一些茶叶，好，然后呢放进茶罐里面，是不是刚刚好？好，这样你看茶罐跟茶叶跟茶匙的功用清楚了吗？请问这个茶匙一次能拿多少茶叶？如果今天茶叶，老师说过茶叶有三种形状，第一种是片状的。好，什么是片状？老师现在拿给你们看。同学看到了吗？一片一片的，这是片状的茶叶。老师上礼拜是不是拿过这个？同学们可以靠过来看。好，我们的茶叶有几种，老师要让你们看。现在我们来看三种茶叶。第一种茶叶，老师跟你们说，这个叫卷球状，有没有看到它茶叶像卷一个球？大家看一下，好，这是卷起来，有没有像茶叶卷起来呢？卷 curly 卷起来，对不对？像球，对，像球一样。好，这个是，对，然后对，那个是乌龙茶，没错，对。然后再来，老师给你们看红茶。红茶是细长的茶叶，它缩，因为它 back 的时候会缩水，所以你看哦，叶子的缩有一种缩是这样子卷起来的缩，还有一种缩是指的往内就变成扁形的。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扁形的缩。你顺便可以闻闻看，每一种茶叶它的方式都不同。那它缩水的程度是从一个大叶子缩成一半的小叶子，那这个缩水是卷起来的缩水，对。那我们等一下要泡的这个三峡龙井是更特别，它缩水是跟原本茶叶没有相差很多，它直接干掉，然后茶叶裂开，所以三峡龙井茶比较特别。等一下老师会跟你们讲龙井茶的故事。OK， 我来解释一下哈。Different kind of teas, when they lose water, they will retract in different ways. This tea retracts into a ball. What tea is that? Oolong. Oolong tea retracts into a ball, so therefore it's curled up like that. The other tea, 这个是什么？这是红茶。The red tea.Will curl up on the side, so the leaf will curl up on the side like this. Whereas the other tea, where's the other tea? Okay, 三峡龙泉茶，龙井茶is a very special kind of tea because when it dries up, it basically dries up and then it will split open, okay?So the shape of the actual tea leaves will not change, but the tea leaves will split open. So it's a very special kind of tea. 对， okay. 是不是我们看到茶叶的原型，但是它散成很多块，就像拼图。我翻译啊。是不是一块拼图散成几百片？茶叶这个龙井茶也是这样。你看到它有卷曲吗？有颗粒吗？嗯。你看到它有缩水吗？它就是平平的，是不是？平平的。好，那所以茶叶有这么多种，那你们要问老师啦。那老师，我们这样的茶壶，三种茶叶要放一样的量吗？Do you need the same amount of tea, even though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tea when you're making a pot of tea?
Are they different amounts? Yes, different. Different tea. 不同的茶叶，像这个卷的茶叶，上次记不记得老师有拿茶叶出来给大家看？泡开的茶叶，它是一个叶子，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用的是卷球状的，这种叫卷球状的茶叶，它的量10公克。如果你用的是缩水状的，你用20公克。如果你用的是散裂状的，你可以用到25公克。25公克。对，因为它没有放大的空间。那这一勺是多少？这个通常一勺就代表10到15公克。Okay. 对，不要满勺。Okay, I'll explain. This particular implement can take 10 to 15 grams of tea, but depends on how the tea opens.Upon mixing with water, the amount of tea will be different for each tea type. For the Wulong tea, because it's curl up, when you make tea, you need to make about 10 grams. When this tea, red tea in the middle there, you will need to have about 20 grams. And for the flat kind of tea that does not curl up or anything, just flat,you need 25 grams for each pot of tea. And the tea, when you talk about each top of, which language am I speaking? Is this one? Is this size teapot? We're using only one size of the teapot. Okay. If you have different size, different. Okay, 那就要多一点嘛。因为这个茶壶是标准茶壶，所以我们用十二十、二十五是标准的。如果你的茶壶更大，像这个，就要用20、40、45到60。对 ，OK。因为它尺寸有大小。OK。这个是多少尺寸？这个尺寸大概是200cc。OK。对。For a 240cc teapot, which is this one, look, this one. Sorry, I'm talking to someon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one, you only need 10, 20, and 25 for different kinds of tea. For a larger teapot, am I setting teapots here? Okay, you need double the amount to fill a whole teapot. So when you buy teapots, bear in mind what size you need to buy because it will influence how much tea leaves you need for each pot of tea. Okay, understand? Okay, 好，那我们可以回去做，然后我们准备。这个东西，不一样的。这个不是这个，它不是提尺棍，只是它后面做了一个握把，这个 holder 在这里，所以它是一样的东西，就叫茶对，茶折是责任。是那个规则的折，茶折，茶还有另一个称，茶折 ，a rules of making tea， 折是规则的意思。Okay, there's a question. Language. Okay, 这些茶是缩水的时候是卷的，是分开的，是这样子的，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茶的特质呢，还是不是人工干预？不是人工的。Okay.The way it curls up depends on the tea. It's a particular property of the tea leaves, nothing to do with what we do to it. Okay, we can't influence how it curls up. Okay?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我去卖茶好了。你们觉得老师卖茶赚钱吗？老师还是乖乖当老师好。对呀、啊，不够吃饭。老师会饿得扁扁的。但是精神会很好。哦，对，你每天喝茶。对呀、啊。茶跟咖啡不太一样，很多人把茶当作是一种药饮，就是喝起来像药一样，有助于帮助你的肠胃，帮助你的精神。所以很多人把喝茶当作是一种洗胃，或者是洗掉你身上的一些内脏的一些不好的高血脂，
老师，高血脂要怎么办？什么高血脂？喝茶可以降低高血脂。OK， 高血压吗？对，高血脂， okay. 脂肪在血液中。OK。Drinking tea has the effect of diluting the fat in your blood. So it's got a therapeutic function. No wonder every time I have this class, I'm so energetic. I don't know where the energy comes from. It's really weird. It's all from the tea. Energy, 精神。精神。Except the tea is making me forget Chinese. Energy or spirit? Mm-hmm. 喝了茶很有精神、mm-hmm. 所以今天没有喝咖啡，喝了一杯咖啡。不用喝咖啡。大家都懂吗？就是黑板上的字，每一个字都懂吗？不懂回去打，可以问。对。老师，休息一下吧。那我们要准备，请同学们上来表演24行茶法。英华。请，欢迎，欢迎，好大胆哦，有胆量的人哦，好棒哦。好，英华先坐到老师的位置上来。哎，我的水壶呢？要拿麦克风说话哦。好，来，老师放好所有的东西之后，我来这边坐，然后你可以把你的小抄放在这边，你的 notebook 在这边，好。那从第一个步骤开始，你要告诉同学第一个步骤是什么？第一个是从静态到动态。好，动态。动态。什么叫从静态到动态？没有动。你静是 silence。对。变成 active。你本来坐在这里 ，you do nothing。现在你要开始准备装水，好，那我们去装热水，然后杯子要排好，所有东西都要排好，所以你要开始忙碌，所以我们现在去装热水，好，那跟着老师去装热水，来。我是我的手机。装水。
台湾人做这个，你们要泡茶的时候，不是 ？OK， so 普通的普通的人不会，不会 okay. 普通的人只会泡一杯茶，然后喝一杯茶。但是在中国人的世界里，你去拜访人家，他立刻就把茶给你喝，但是不会一步一步的做。好，第一步从静态到动态就是要开始做，对，你教他开始做喽。第二个是什么？文图。杯水。杯水。杯水。对，我们刚刚去做了杯水。好，下一个。你在旁边，他好依赖你。那老师不能讲喽，因为你们要自己学习，好不好？好来，有问题可以问老师。好。弯骨是这个。弯骨。备句。备句就是你要准备所有的茶杯排放好，准备等一下要用，所以你看哪里没有排整齐就开始准备。试茶。茶罐，茶罐，这里是茶罐，打开来。老师，对，它是茶罐，打开来看一下，试茶。把它掏出来，然后看看着茶叶，就是赏茶。下一个步骤呢？赏茶。赏茶完的步骤是什么？赏茶。你要闻，先拿茶叶起来闻一闻香味。中是指把热开水放到茶海跟杯子，就是现在有水，
对，所以茶壶盖要用手稍微压一下，盖子才不会掉下来。哦，中间有洞，不可以压中间，要压旁边。你看茶壶盖上是不是有一个洞？如果你压住那个洞，水就流不出来。你压旁边，中间有一个洞，压住这里就不会出来，所以压这里，压这里会很烫，压这里。对，然后让茶水到这边来，要温装。好，要小心。老师要你要什么东西？下一步没有这个夹子。夹子。你要夹子要做什么？可以用吗？不可以。下一步就是茶水倒完吗？都倒完了，倒到这里，然后这里是不是都倒完了？好，然后下一个步骤呢？下一个步骤是什么？这不是我的闻香，就是把茶叶放进去壶里，然后开始闻茶叶的香味。不用，对，来，然后呢？从第一道茶。对，来，记得盖子要压着，对。还在温，要丢掉，等一下会有，我们要就是把它倒到清中，清中就是把温水倒掉。好，刚刚同学的茶叶放的比较少，老师帮他补一点。时候，你在下一个动作是什么？不用盖，在我们要这个还没有这个茶泡好，所以我们要等久，不要再说话。对，要在计时。下一个动作是不是计时？可是计时要等他的时候，前面坐了一排客人，你要怎么办？就问他们聊有什么？聊天，对，来聊天。这个茶，我们今天泡的是三峡龙井。哦，三峡。三峡龙井。三峡龙井。龙井。对。是三峡市的茶。对，是三峡区产的茶。三峡。三峡去台湾的，台北，对，台北，在台北，对对对，新北市，三峡龙井，对，对，三峡在多远？在新北，对对，在桃园那边，在桃园那边，很近，旁边有英哥，英哥他们会做陶瓷，对，所以在英哥可以买到一。套茶具这些东西在英哥有一家店叫陶作坊，
老师等一下会给你们看他的网站。可以买这个，这些东西都可以买。再然后我们聊天，三峡买，然后聊多久？1.5分钟，刚刚只有40秒，还有还要继续。还是这样。来，下一步是什么？好，假设时间到了，好，下一步。汤杯，好，汤杯就是我们要准备把这个，让他做给你看，你别告诉我，是这是他的口，他的不是口。好，这杯子是要，我们都温过了，所以要把它倒到。就是用加热。倒水做。对。还可以用手。可以。这个位置。茶壶是倒到茶海里还是倒到茶杯里？对。杯。下一个是背杯。分茶，对，分茶。分茶是什么？是茶是。分茶 ，serve the tea。serve the tea， 分给每个人是不是？分给，对，分给每一杯茶，桌子前有客人，所以你要分给他们。好，老师是你的客人，那你要怎么样端杯奉茶？没有托盘就请。请好，请拿下。好，请问老师拿这一杯还是拿这一杯？为什么老师拿这一杯不拿这一杯？老师有说过，最后一杯要留给自己，为什么？哦，应该有茶叶。对，因为会有茶渣在最底下，所以最后一杯一定是留给自己的。好，那老师拿起来。在你冲第二道茶的时候，老师帮你把第一道茶分给同学。好，那你就开始冲第二道茶。是来欣赏我们同学泡的茶。三峡三龙泉。这个是绿茶吗？对。所以很清。
虽然同学泡的味道很轻，但是都还是喝得出茶叶哦。是不是喝得出绿茶淡淡的香味？很淡，对不对？好，那我们这一泡让它泡久一点，好不好？再来，下一步骤是什么？池中凤茶。池中凤茶就是什么？就是端茶给客人喝，叫池中凤茶。对，茶匙工艺，你有准备 cookie 吗？啊，好，那如果有 cookie 就发给大家吃。好，如果没有 cookie， 好，谢谢。好，这样，再来。去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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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我们现在拿出来。去渣懂吗？好，去渣就是我们要开始把茶倒出来，然后要开始清茶壶了。去渣，去渣，去。把茶叶弄出来，没有第三泡，没有第三泡。对，在我们的二十四行茶法只有两泡，真正的茶叶其实现在做到可以喝三泡。好，同学们看的是不是很简单？是不是？很复杂。很简单啊。等一下看有没有同学想上来试试看。不会念。常我们给学生示范就是直接扔掉、okay. 如果是我自己在泡，我会做第二次的回收。对，而且龙井茶的茶叶是可以吃的。对，很贵，对吗？对，很贵。对，好，再来看下一步骤。如果你很多茶渣，现在下一个步骤是什么？刷壶，有没有看到？刷壶就是加一点水摇一摇，让它整个倒出来。对，这个渣。这是渣是不要的。不可以喝。不可以喝。对，记得加一点水，然后摇一摇，让它。对。然后用茶针摇一摇，让它整个倒出来。是第二泡比较浓一点，拿出来，可以喝看龙井茶，这一泡比较浓。好，
归位，归位，对，叫归位，归位，归位是什么意思？东西放回去。对，你刚刚开始的时候它是什么位置，现在就是什么位置。是的。好，再来。再来是清中，就是要把茶水通通倒回去的。你刚刚自己泡的要不要自己喝一口看看？万一泡的不好喝怎么办呢？你觉得自己泡的好不好喝？好喝。同学们觉得呢？好喝。比较淡。好，来，再来下一步，清中就是把所有的水都倒到水鱼。浪费的茶，浪费，对，所以赶快喝下去，你可以一口一口喝下去。浪费了，对呀，好可惜哈。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的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泡茶，通常泡茶的人不会自己把茶全部喝掉，所以一般是有客人在前面，你倒的会是客人喝下的一点点的茶渣。那因为现在没有幽灵客人，所以只好倒掉浪费的茶。好，最后的位置来，收杯，收杯，好，收杯就是客人回去了，是不是我们要准备清洗了？就把它收起来，然后准备要清洗了，那这些东西通通要准备收起来了。好，二十四行茶法就这么简单，谢谢同学。好，还有几款，谢谢。我们还想喝茶哦，是想试下一泡，因为老师这里还有五种茶。好，谢谢同学，好勇敢的，第一位精华，好勇敢的。老师这里还有五种茶哦，还有五位同学，不然我们就喝不到了。老师今天不在泡茶，老师谁要？对，来试试，来试一试。我们选一种好喝的茶，好不好？这是什么茶？贵妃乌龙。哦，你要来，耶，好棒哦，好棒，他要这个贵妃乌龙，我们来喝贵妃乌龙。对，贵妃还是要喝三峡碧螺春。哎，你这位同学，这位同学教以前我可以教一个字哈，我们中国人跟茶的关系 ，our relationship with tea is like a love story， 所以你闻茶的时候 ，when you smelling the tea， 你要深情地闻。As if you're with a lover, you deeply smell the smell of the tea. Okay? Okay, not many opportunities I can teach you the word 深情地。深情地 is like you're deeply in love. This is how you should treat your tea. 我深情地看着他。I looked at him deeply in the eyes. Okay, so 深情地 is like that kind of relationship.OK， 很好。好，什么茶？老师，我看一下哪个茶比较。我们要喝哪个茶？我们喝了那么多茶。对，因为我先要看一下碧螺春。啊，有吗？有碧螺春。有阿里山茶吗？阿里山没有，老师，阿里山就高山茶。OK， 龙泉茶有吗？龙井龙，大家喝完了。没有龙泉茶哈。铁观音呢？铁观音没有，有碧螺春。包种茶呢？包种茶，我看一下有没有啊？文山包种茶有。好，那包种茶吧，因为他们这个上面有啊，是十大茶。好，包种茶。OK。给我去拿。好，同学，你要拿你的笔记本来，不然你会忘记下一步。你要说吗？可以啊，我说呀，我应该记得吧。你记得吗？你记得吗？二十四个步骤，记得。应该记得。好，哇，太厉害了，记得。哇，不是，我记得，有就很多华人要认识就。很久啊，真的，好，太好了，那老师先开。我们有去，我们多久弟子的家里啊，他们茶店有
每天都当破萨，所以我们有每天都要喝，然后应该知道吧？好，我看看，应该知道。好，那老师先换一下茶到茶罐里，然后等一下让我们来开始。准备。OK， 好的。好。给我接收一下。嗯。还有这个没有，东西都全部就这里扫好了。对。那这个布啊，这个擦布吧，这个那个。桌机。擦桌机。桌机。在桌机。桌机。放在桌子上。嗯。盖起来，在。竹茶。竹茶席放这个上面。嗯。放在放完的时候，在这个名字叫什么？护城，这个护城太小了，有很有的是有很大的，有的是很大的，有很大的，这里有一个洞，洞里面有罐子下来，这里有水下去的，有吧？哦，那个是叫木盘，木盘啊，对对对，这个有的是往这边，再放上这个茶壶，茶壶还有这个茶罐、茶海，还有这个。茶罐又全部就准备，再去做热水啊，然后去拿热水啊。对，进来热水。OK。备水。哦，我们现在不加，怕就烧到。对，现在不加火。OK。对。好。这，像我们这个全部做热的，这个名字叫什么？对。第二个。水壶吗？水壶。水壶啊。
应该可以吧？太多了不行。我去过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华人家，马来西亚华人家，他们有吃饭的时候要喝茶，这个全部放这个里面去，加热水，不要动手啊，他们要筷子去做热，热好的时候这样烧。马来西亚的华人家条件一定不一样，马来西亚这个全部杯子呀，全部茶壶全部放一起，再加热水，放一点点，有一点点温温的。有的人会这样。温温的。在他们摆起来，这样子就没关系。我们今天这样子就好。就这个吧，这样。上个礼拜我回去去看幼稚园了，幼稚园的时候。他们这样加，这样加，这边这个时候加是吧？这个有意思吗？不知道啊。他们这样加，但是我这个是不喝。其实我们在泡茶的时候，为了动作好看，我们的手尽量不要跨过壶，所以右边用右手，左边用左手。但是老师如果教你们这样，你们会转不过来。所以其实真正的泡茶是手不可以跨过茶壶的。所以这个做完的时候，在我们这个茶杯吧，这个是茶罐，茶杯里面拿茶。加下去啊！这个名字我也忘记了，我们是可以了。这样够吗，老师？应该够吧。那个是红茶，它可以红茶，这个是红茶。对。还有。我们今天泡的这个是文山包种茶，它是绿茶的一种。我们从罐子来看，它是绿的，就是绿茶；它是黄的，就是中度的。对，那文山包种是绿茶，绿茶。对，是这样说的。我们拿茶子里面拿茶，对，温温度，对，有客人的时候，他们给客人有，是客人去温温或者是加这个茶壶里面，这个是四茶吧，对，所以。加热水是吧？三茶没有关系，因为同学没有依照二十四行茶法。对对，加热水再。上一次老师也讲过吧，有的是不是这个是这个是干啥？在我们弄茶的时候有讲话吧，是不是？讲话，讲话，聊天，聊天，聊天，在这个下去了吗？还没，还没，要等。这样就讲这个，但是有的人，我们有朋友讲第一次泡的茶不喝。为什么第一次泡的茶不喝？老师解释一下啊。因为在很多地区，包括大陆地区、印度地区产茶的地区，都有很多农药，然后都有很多的不干净的东西、化学品，所以第一泡茶以前，我们只要这些茶是国外来的茶，第一泡我们都是为了冲掉农药跟化学剂，所以第一泡茶是不喝的。但是台湾检验茶叶。如果大陆检验只有九项，台湾检验384项，所以台湾的茶叶是不需要倒第一泡，因为我们的茶叶是通过很高的 quality 的检验，那国外是很低，所以如果你在国外买的茶叶，第一泡一定要冲掉，你可以冲掉农药，你可以冲掉化学剂，但是台湾的就不用，好，懂吗？要不要我翻译 ？Do you want me to translate? Okay. Basically, depends on where the tea comes from.
if it comes from China or elsewhere, the first tea should be thrown away in order to get rid of pesticides and other chemical ingredients within the tea. Okay? Now, in China, when they do the security check, the safety check for tea, quality control, they only take 9 items. But in Taiwan, they take over 304 items for quality control. So therefore in Taiwan, you don't need to throw the first one away, but if you drink tea elsewhere, be aware of the pesticide and chemical issue. In Taiwan, it's pretty safe, so you can drink the first tea. Okay?那你要跟我们聊天啊，你要跟我们聊天啊，我聊天后来，你聊天了吗？你跟老师聊天啊？第一次泡的茶，我们有的就不喝了，有的又可以喝。那台湾的茶可以喝吗？应该喝吧，我们有一个人是阿妈，他卖茶的，他的西面那边，东面那边，他讲我们的家的这个。 植物啊，他们都这个没有这个化学呀，对对对，不要第一次可以喝，但是有化学不好的茶是第一次就不好，对，掉下去，再我们去考吧。这样一分半钟了吗？应该好吧。好，我们就给他转过去，好不好？这个为什么要一分半钟聊天？ 告诉老师，这个有还没有，因为我们在等，如果聊太快，茶就没有开，味道就会很淡。这个茶的茶叶要舒展，这个动作叫做舒展，我们要挥洗下来嘛，要舒展，所以要给它一点五分钟。这个拍起来又比较漂亮一点啊，看起来比较干。 现在就可以。好，现在喝喝看我的香包种茶。这个包种茶，对，这个包种茶也是绿茶。那它叫包种茶，这个是一个有名的一个。 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要考试，不管你在哪一国 ，you need to test, right? From the senior high 不一定，你们国家不用考试，我们国家都要考试，你们国家要不要考试 test？ 那每一次 test， 你希不希望自己 pass， 对不对？你如果 pass 了，你才可以上高中。 pass 的可以上大学 ，pass 的可以念 master， 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包种茶，这个种，老师您可以写这个种吗？这个种也可以念种，所以念包种茶，意思就是说我喝了包会种，就是指我一定会中状元。在古代中国古代哦。
你当了书生的第一名叫状元，所以这个包种茶意思就是你喝了这个茶你就会包中状元，你就可以考第一名。所以以前送念书的人喝茶最喜欢送包种茶，就是取这个谐音叫包中，你一定会中状元，你一定会考上你心目中的学校。所以这个包种茶，因为这个种可以念两个音，种种子的种，或者是种菜的种，它有两个意思。对，这是一种茶。对，这是一种茶叫包种茶。那为什么它会变成很有名的茶，就是因为在我们中国人是读书第一名，在外国是 businessman 是第一名，可是在中国书生就是 study students 是第一名。我们凡事都认为念书最好，可是在国外不是念书最好，在国外是你会做生意，你会做 business， 你可以赚钱很好，可是在中国是你只要会读书就很好。对，是一样，包粽子跟包种茶是不是都有一样的意思？包粽子是不是包粽？就是你一定会中状元，你一定会中，就是指你会 pass the test。你看这个包啊哈，是一包的包，但是它跟保证的保很相近。所以包就是保证 I guarantee you to pass the exam， 所以呢考试的时候送包种茶最好。对，尤其是书生都会喝茶，以前中国古代的念书的学生每天就是喝茶跟念书，那如果他每天喝这个包种茶有一天一定会中的。哎，我想问问你，这个喝这个茶容易睡着吗？哦，这是绿色的茶，同学们想一下，绿色茶容易睡着吗？容易睡觉吗？容易吗？绿色是轻发酵，对胃不太好，对，所以不好睡。为什么书生 is scholar， 书生 is a scholar， old time 书生 student， 为什么他们要喝哈？Because they had to study very hard for the 3-day exam in the imperial palace. Okay, some of the 书生 will have a ponytail and have a rope tied to the ponytail to a beam on the thing in order to stop them from falling asleep. Now, this is why this also adds to the fact they can't go to sleep if they continue to drink this.They can. Okay, so every effort to stop you from falling asleep. So, should yes, we share? Yes. Okay. All right. 还有我去，就是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我去桃园那边有一个家里，他就世界上泡茶的第一名的一个，哇，好厉害，一个先生，他年轻人，对，他就欧洲那边吧，不知道哪一个国家。他的单领他去喝茶第一名，对，我去他的家里喝茶，差不多我们一天喝，我这时候转弯完全听不懂。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师傅啊，他们要讲话，他们喝茶，他们有很多种，一个茶跟这个茶壶也不一样，有的是银子呀，有的是这个那个叫土的。哦，对，这个老师等一下会放一段影片给大家看。通常绿色的茶泡的就是用这种绿色的茶具，如果是黄色的茶我们就会用这种叫陶瓷的茶器，如果是红色的茶会用有一种咖啡色的茶器，有看过吗？深咖啡色的泡茶壶，很深的颜色，对，会用这种，这叫做以器饮茶。以器，老师以帮我写一下，以所以的以，所以的以，器的器，器是以是以器，对，引出来的引，以器引诱的引，对，茶。好，什么叫以器饮茶呢？就是你以不同的茶具泡出来
茶叶抒发舒展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茶叶应该使用不同的茶具来泡，才能够让它的水分子或让它的茶叶发挥到最大的效益。老师，这段请您翻译。OK， different color. The reason these color, these teas are in different color containers. It's because each color represents a kind of teapot that you have to use. With the green tea, you need to use the green teapot. With the yellow tea, you need to use the porcelain brown teapot there.With the red tea, you need to use a particular kind of teapot we don't have here. Now, this phrase, 以气饮茶, is a four-character phrase, which means to use the utensils in order to lure out the actual tea flavor. Okay? So different teautensils depends on the thing, the material it's made of. It will allow a kind of tea to expand and release its flavor in different ways. So this is why we have different teapots for different colored tea. Okay? 好。好。那第三个又好吗？不要。不要泡了， okay. 谢谢同学， okay. 好，谢谢，非常感谢同学。再讲一点。对，没有，我们等一下要继续来。好， okay. 好，同学们泡的方式非常的流畅。老师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刚刚光华、英华，不好意思，又是光华来了。英华泡的是老师要求的二十四型茶法，是不是？它是不是一个步骤 ，one step by step， right？ 但是刚刚我们这位西藏来的同学，他泡的是很流畅的 smooth， 他不管一二三四五六七，但是他全部都泡完了，对不对？所以由此可知，茶艺就是泡茶的这一套东西有没有规定的方法？你们觉得有规定的方法吗？没有，所以。如果老师今天看到这么多同学，我不想用这个小茶壶，我直接拿这个大茶壶来泡，可以吗？可以，可以。那我直接把茶叶丢进去，然后倒出来给大家喝，也不用这么多道具，也不用这么多东西，我只要有一个壶跟杯子，是不是我就可以泡茶了？是不是？所以茶随着每一个人在泡茶的过程中，可以简化为一个人一个杯子可以自己喝。你们看过中国的古代 drama 吗？戏剧？有没有看过有一些算是江湖人士，就是带剑啊，他们喝茶是这样喝，有没有看过？他们是直接拿茶壶直接对着嘴巴喝的，他们连杯子都不要，是不是像喝酒一样？对，所以茶艺，茶这个东西传到西方，变成有下午茶，有 tea time， 有 afternoon tea， 但是传到日本变成很要跪着，然后要刷要干嘛？那在台湾，我们泡茶很简单。只要有一个茶壶、一个茶杯，我们就可以泡。那为什么老师要准备一套茶席呢？因为茶席是尊重 （respect）， 老师尊重你们是我的客人，所以如果你到茶馆，台湾有一些茶馆不多，茶馆很少。如果你到茶馆去，茶馆会有一个 serv tea master， 就是试茶师，他会帮你们泡。那你们几个坐在前面聊天，那你们就女生们就开始聊啊，今天去收购百货买衣服啊，明天去买鞋子啊。男生就开始说，哎呀，昨天那个什么电视新闻怎么样啊？就是你们聊你们的，泡茶师会一直为你们泡茶。
那你们聊得很开心，茶点吃得很开心，就离开。很贵是不是？很贵，对，很贵。因为这样是高级享受，因为这个茶具每一个都是很 high level 的。那如果你不喜欢去茶馆，你要在自己家里聚会，请问每一个同学家都有一个 empty 的 place 可以 collect 聚在一起聊天吗？不一定。像你家可能有小孩，我家可能有老奶奶，是不是不方便？所以我们要到一个私人的空间，还要有人为你服务，那这些东西就是它的 value。那如果你不需要这些空间，如果你家里又没有别人，就直接请朋友来，一个茶壶，五个茶杯就可以泡了，对不对？对。好，要五个吗？哦，如果你有五个朋友就五个，如果你有两个朋友就两个。那个数字没有特别的。对，是的。然后老师这一套茶具是来自陶作坊，它是台湾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品牌。老师弄网页给大家看一下，好吧？下个礼拜老师还会把茶具带来，所以谁想演示一下，也希望你们准备一下。下礼拜你要做吗？啊，哎，周周也要做。我。对呀，你也要做。这个好像开了吗？没开。害怕。害怕，不用害怕啦。不用害怕。没什么好怕的，害羞，害羞不会呀、啊。我们今天有两个男同学示范的，不是女生也要加油啊，加油是不是？是。好，老师，然后呢？到哪里？你来打吧。你要打中文还是英文？对，我打中文。中文，你这边打。你能打拼音吗？我不会打拼音。这个对，好，我不会打拼音。对。对不起，老师，下个课我不能上课。你下礼拜不能上课呀？怎么突然不能上课了？我们下礼拜要学，我们下礼拜要学语言，要学。We need to, we'll learn language next time. OK， 所以不能上课啊。对不起、啊。没关系，哎呀，哎呀，我饶了你一次哈。但是下个礼拜 William 会回来演示一次，他会。Very good. 他今天不能上课，下个礼拜回来。对。所以他会把茶又带来，茶具又带来。8月4号吗？对对对。8月4号，对，8月4号，对对，星期日，对。这个三个都久了，已经要可能要上到八月二十五号，上8月25号。好，同学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几种茶杯茶具来。这个是老盐泥，就是我们在外面看到的比较深色的茶壶。这个红色比较红色的茶壶适合泡老茶，因为它的。茶壶的分子结构比较不同，它有一点点像是滤水器，它有一点像 filter， 它可以让茶叶泡出来的分子比较小。然后如果是一般的绿色的，我们刚刚说罐子是绿色的茶，我们就是用这个，这是老师今天泡的，对不对？好，那如果我们今天是泡黄色的茶呢，就是用这种陶器。对，这就是老师说的以器饮茶，对 ，the perfect pot for the perfect brew，OK？、Okay? 对 ，brew，yeah。然后茶没有好坏，茶只有不同发酵，发酵的轻的，它会有儿茶素，儿茶素会让你年轻，但是它会让你胃不舒服；但是重发酵的，它会让你喝起来很舒服。但是它没有儿茶素，所以有好有不好，所以选茶是选个人喜欢的。和气生好茶，和气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这个和气这两个字，
和气哈是 combine the utensils， 把和气放在一起。但是和气跟跟这个跟这个字和气有一样的发音。对，和气。和气。和和气 means in harmony。OK。Yes。In harmony. Be nice. 我们和气一点。和气。Be nice to people. In harmony. Harmonious.你说话和气一点好吗？ So when you speak, can you speak gently? 台湾人说话很和气，对，大陆人说话不和气。我说话和不和气？和气。是在欺负你吗？来看，你就看一下这边，你们看到的这是整套的茶席，对不对？对。好，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子，你看到了吗？一个茶壶，两个杯子就坐下来喝了。好，那甚至还有一个人的茶具，就是你一个人喝茶的时候。好，同学可以看一下一个人喝茶用什么喝呢？我们有非常多的茶具，老师现在找给你们看。这个叫同心杯，这是一个人喝茶。有没有看到这个上面？有没有看到一个人有茶杯？这个是绿茶的，然后上面有盖子，或者是像这种玻璃的，一个人都可以泡茶，是不是？所以当你一个人喝茶的时候就像这样子，那如果你两个人喝茶是不是就像老师刚刚那样子放的？那如果五个人喝茶，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泡一大你看这是两个人的，这个茶壶只有 60cc， 所以它泡出来刚好两杯，然后你泡第二泡又两杯，那两个人对饮就是这样子。那如果是五个人，我们就是用这样子一套的。所以你有几个人喝茶，你看两个人也可以用这种。然后这个叫做陶作坊，老师的茶具在这个地方买，它在莺歌也有店，在各大百货公司都有店，可是它的单价 不会很低，它很贵。贵贵。所以老师要让你们看，比如说所以送礼到那里去买。对，送礼。对对，如果你们要送礼的话，你们可以来这边买，然后这边你们看一下它的茶具。老师，请问那个陶做的，因为那个颜色不同，因为他家里面那个是什么？它有釉，它上了釉。它的颜色不同，是它上了釉。釉，对，釉是什么？釉是漆吗？类似漆。可能是 lacquer， 我不知道英文是什么。是 lacquer。It's the same， yeah， it's got different color lacquer。 I think it's lacquer。 好。我去查这里。你有吧？你有吗？我们下个礼拜学茉莉花唱歌好不好？你们这里可以看到老师的茶具在这边，看一下多少钱。老师的茶叶罐，有没有看到老师的茶叶罐？1480。有没有看到老师的水鱼？水鱼在哪里？哦，茶海，有没有看到茶海？茶海2600，哇！有没有看到？所以老师说不可以打破哦。2000，有没有看到老师的茶壶在这里？4960，5000块钱。好，再来看，5000块，老师，对，这样子知道为什么很贵。要不要送我礼物？你们不要，你们。送茶给老师就好了，好。那你们一边填问卷，老师一边收茶器喽。
下个礼拜我们是最后一次在使用茶器，所以如果你想要试试看，因为老师会帮你拍一张照，希望你们都有机会坐在这个位置，然后尝试一下帮人家服务，然后泡茶的感觉，好不好？好，好，棒啊！好贵哟、哦，有没有优惠呀、啊？有没有做活动？八折，八折不够吧？要五折才行。老师没有五折，没有五折。在那个 Facebook Market 有很多卖茶具的，不好吧？我们不建议你们上去 Facebook 买，所有买这个东西哦，因为。每一个茶壶都不一样，因为它是烧出来的，所以世界上有没有两把一模一样的茶壶？不会有。那所以你一定要去现场看，有没有看到这个 cracker？ 这个 cracker 有些人喜欢这种 cracker， 上面有裂纹；有些人喜欢这种没有 cracker 的。那所以你一定要到现场去看，你喜欢的是哪一种，而且。还有一种你要试试看这个茶杯会不会流口水，就是当我们在倒茶的时候它不好它会从这边流下来，所以你一定要到现场去试，如果你没有试买回家了或者它是网购的送回家发现它会流口水，这个就是瑕疵品，那你也不能退，因为它会跟你说我没有坏掉啊，可是你流这个倒的顺不顺会一直滴下来，对不对？所以买茶壶一定要到现场然后试水，你跟他说我要看他流的样子，如果他流的不好我不要这个茶壶，因为你如果倒茶壶他会流口水，他会让满个桌子都是水。这个地方不会卖假的，不会给你吧？这个店因为它很贵，而且它得过 IF 红点什么，就是国外的大奖，所以他做的东西是有保证的。好，没关系，谢谢。好，同学写好就可以先走了。再见。对，谢谢你们喽。下礼拜见。下礼拜我们学语言呢、啊，哈。We'll concentrate on language next time. 好。你问他有没有去举手？他是有师傅。我们家有那个，这是茶海，点的是茶海。哦，其实茶海跟茶壶是可以共用的。你看，它有壶口，它也可以闷。如果你把这个盖子拿起来，它就是茶海。哦。对。走路过盖子拿起来它就可以当茶海来用，如果老师这里有一个盖子我就可以当茶壶，所以它是双用的，双用，对，两用，很好的，对。 OK， 我应该做你拿中的做你比较好，这种都可以泡，你喜欢什么样的两种泡泡、okay， 它都可以泡。我觉得对，谢谢哈。对。绿色、咖啡色，还有棕色。对。这个白色，它是属于泡，其实以前只有三个颜色。第四个颜色这个出来是因为它要让它变成有一些类似一个 combo 一个组合，所以它多了一个颜色，在老师在泡茶的时候其实它是多了一个颜色，所以这个茶壶是多出来的一个 extra 的颜色，它什么都不多。要喝泡的奶茶吗？好啊，我没有杯子，没有杯子，我也没有，下次吧。好，下次。你把那个填完给我啊。哎，这个我要照一张相。
再见了哈，下礼拜见。拿出来，哦，非常非常棒，是，沧海，谢谢啊，谢谢今天英华那么勇敢，而且他每个步骤都做到了，对呀，好棒哦。